Huawei senantiasa terlihat menawan.但是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有很多疑问想问我，对吗？你问吧。你怎么？你现在是个单亲的妈，没有告诉别人孩子的父亲是谁。你的母亲从老家过来帮你带着孩子，你常常不出门，其实不光是为了孩子，你应该出来。不好意思，但都会有一个非常爱八卦的大妈。请你原谅我的职业习惯，跟你谈之前我一定要对你了解清，很抱歉。但是我相信只要出来你一定可以把这件事